老婆啊，你怎么关一天的手机啊？我不敢开机。为什么？我们老板的儿子王思毛一来上班就把安排在了我们十楼的那个人事部，结果因为是老板的儿子，他就会升得快不？昨天他就被调到我们那个九楼当总经理去了。我今天一上班我就接了个电话，是他同学，你好，我长相王思毛。我就说王思毛已经不在人事了。他说这是什么说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呀？我说就是昨天的事。哎呦我的妈！没关系，你可以到下面去找他呀。结果半个小时以后，他同学就捧了个花钱到公司来找他，这上面还写了一个白纸条说王思毛兄弟一路走好啊。全家跟全公司的人把司机都找我，你说我还敢开机吗？这不怪我呀，真的就是怪他那个同学呀。